一聲，你唔好認到我電話讀出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ude。 今天我同事就會問我十條問題，那就看看我是一個有幾多分的人。來吧 ，Let's go， International。你覺得你的靚的程度？好啦，四分啦。咁最靚喺邊度啊？最靚係我鼻啦，起碼夠高啦。咁呢個鼻都呃到下人，有陣時話我似混血兒嘅，但係即係中東混血兒啊。準時幾多分？一半啦，但係2020年咧就會變咗七啦，七啦。咁啊，今年咁啊，長度嘅暢通程度。九分啊！飲完奶茶，飲完 English breakfast tea 之後咧，就會好。I love my tea. Dead air 程度。滿分啦！你睇，依家又 dead air 咗自己啦。黐身程度。一個女朋友啊，九分。所以我人哋先會俾零分我咯，因為太黐身啦我。唉。零分好聽嘅程度。哇！呢個二啦。识唔识计啊？呢条数，生活发展程度，因为我17岁开始就自己住啦，咁所以有好多嘢都自己识搞掂嘅。唯一一样嘢，即系呢一分咧，系比我间房真系好乱。搞烂嘅成功指数，唉，零分啊，零分啊，赢我一个。要諗下，你唔好認到我電話讀出嚟。咁有一日咧，阿小花咧就同小明講咧，我爸爸坐巴士嘅時候咧會讓座嘅，爸爸會唔會啊？咁小明就話唔會啊。咁小花就問下點解嘅，跟住小明就話因為我爸爸係司機。夾唔夾？唔夾就放夾。你真係唔夾啊？你唔夾？精神病院一樓嘅病人咧，就係識得講唔知；精神病院第二樓嘅人咧，就係識得零口嘅。咁你覺得第三樓嘅病人係會做啲乜嘢咧？你要答我啊！喂啊，你唔好問答我啊！衰啊！蠢有幾多分？唉，俾啲正能量自己啦，五分啦，希望會升一啲。覺得自己嘅中文能力係幾多？嗱，從前咧就係兩分啦，現今咧就係。其實我想俾四分自己，但係我都覺得，唉，俾六分自己啦。我覺得真係有進步嘅。而覺得咧，經過一輪運算之後，其實我係一個零分嘅人。但係唔代表我首歌係得零分嘅啫。你快啲上嚟聽我首新歌零分啦！